我敢肯定，有一款游戏，就算你没玩过，肯定也听过《吃鸡》、《Apex》、《守望先锋》、《CF》等等 FPS 游戏，在它面前都是弟弟。它是全球最早的电子竞技项目之一，毫不夸张的讲，它的出现一直影响着 FPS 游戏的发展，直到今天。从它的第一个版本诞生到现在已经22年，但它依旧火爆。到这里，我相信你已经猜到它什么游戏了。没错，它就是 CS 系列。而今天要讲的是 CS 的正统续作，威慑的亲儿子 CS:GO。自发布来88%的好评。说到它，是因为这位保友说能不能吹一吹 CS:GO， 那么他还用吹吗？这个游戏没有几百个小时连入门都入不了，常年活跃在 Steam 在线榜前3，有多少人 Steam 的第一款游戏就是他。而他的前身只是两个大学生基于半条命搞出来的一个 MOD 而已。从半条命到 CS1.5 再到 CS1.6 再到现在的 CS:GO， 这20多年的时间，不管出了什么 FPS 游戏，他始终在那里一动不动。你可以说他是最便宜的游戏，因为他免费，你可以说他是最公平的游戏，因为他真的只能靠技术，也可以说他是最氪金的游戏，因为他一件饰品可以炒到天价。你可以把它当作硬核射击游戏来玩，也可以当作休闲游戏，在里边跳舞、绘画、躲猫猫，就算是只是开箱也能找到无穷的乐趣。从射击游戏到理财产品，它见证了全球电子竞技的发展，它见证了你从童年到少年再到中年，真正的诠释了什么是安装只需10分钟，弹药一声去精通。所以我吹的不是游戏，是青春。